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下午好。您现在收看到的是首届 CPSL 世界顶球超级联赛。CPSL 顶球超级联赛是世界首个全球性顶球职业联赛，首赛季共有六支球队参加，球员分别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，均为世界顶级选手。众多球员曾获得过挺球欧洲杯冠军、世运会冠军、世锦赛冠军。首赛季安排在2017年8月到9月，为时38天，赛事分为积分赛和冠军赛，共有34场比赛。本次比赛主赛区位于浙江宁波的东钱湖风景区，全场赛事将会在一直播、章鱼直播、企鹅直播、微赞等平台同步播出。本次比赛的解说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梁颂平先生，裁判陈升华一万。现在进场的是白色温尼卡亚克队。温尼卡亚克是中国皮划艇制造业元老级自主品牌，是中国最大的皮划艇专业生产基地，产品质量在全世界皮划艇市场有非常好的口碑，产品涵盖海洋舟、平台舟、 SUP、 透明船等，是中国皮划艇制造业的领跑者。温尼卡亚克，中国皮划艇制造业领跑者。黄色呢是卡拉宝队，卡拉宝能量饮料诞生于泰国，水牛头骨、红鸽、太阳和星芒的图腾组合，象征着人们强大的身体和精神力量，内心对自由的向往。与其他能量饮料不同，卡拉宝完全不含人工咖啡因，其天然的提取成分萃取于亚马逊河流域神果瓜拉纳，抗疲劳保健作用更为明显。基于此，卡拉宝一直得到全球消费者的认可，并与切尔西球队战略合作。卡拉宝，唤醒你能量。挺球运动已发展近百年，是欧洲仅次于足球的第二大球类运动，近年来在美洲及亚洲，尤其是在中国大陆快速发展。目前欧洲约有1800个俱乐部，平均每一个俱乐部约有200位球员，全球范围内有超过60万挺球运动爱好者开展活动，近几年在世界各地快速发展。目前挺球项目已经正式列入2018年印尼亚运会示范项目，有望成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示范项目，预计2024年正式进入国际奥运会项目。挺球是一项结合划艇和传球、射门等动作的水上竞技项目，赛池范围35米乘23米，上下半场比赛各10分钟，每场比赛由2支队伍进行对抗，每队派出5名正选球员在赛池区内竞赛，另有3名候补球员在赛池外守候。由于此运动不仅以桨划舟，还以桨传接球及阻挡进球，更允许球员推敌方身体使其翻船，或以船撞船的方式阻挡进球，因此具有一定的危险性，所以球员下场都会穿头盔、救生衣，并遵守严格条例。是一家专注于户外防水包研发、生产和销售的专业户外防水装备品牌，迄今已持续畅销8年，晋升为防水包领域的领军品牌。
Max Pai 的 M 代表大山，寓意着不畏艰险，不怕磨难，勇往直前，拥有着可以战胜一切的坚定精神，去追求无限挑战的人生。 Max 最大和 Pai 的压力设备指标的结合体，暗喻品牌产品的最高质量强度。 Max Pai 的一心只做防水包。嘉士伯啤酒，丹麦皇室风味，传承170年的记忆，只为一杯好啤酒，用心酿造美好未来。现在是球员介绍，白色的 winner kayak 二号 Matthew 是来自澳大利亚，三号是来自新加坡的王汉龙，四号是来自德国的 Julian， 五号是来自新西兰的 Mitt Graham， 八号是来自中华台北的赵子欣，九号是来自英国的 Jack，11号是来自丹麦的 Mika， 12号是来自英国的 Alex， 黄色的卡拉宝队2号是来自新加坡的黄景泉，3号是来自巴西的卡友，7号是来自新西兰的 James 也是卡拉宝队的队长，8号是来自英国的 Shivan，9号是来自德国的 Jan Eric， 10号是来自比利时的 Steven， 11号是来自英国的 Sorian， 12号是来自丹麦的 Matthew。九个位了，比赛就要开始了。Winner Gaya冲球的是12号 Alex。拉巴队拿到了球。
托克拉伯队获得一个角球。比赛进行了大概一分钟，这是克拉伯队的第一个角球。收眼十一号收眼的射门被挡了下来，杨老师，我们两个要不要赌一瓶卡拉宝，看今天是哪个球队最先进球？最先进球这个很难说，卡拉宝队是都是蛮有经验的球员，然后 Winnekaya 呢又有一个世界射手王 UAE 的射手王在那里。昨天的比赛的话呢都是白队 Winnekaya 的话进第一个球，所以我赌今天是白队的 Winnekaya 进第一个球。好，那我拿卡拉宝，而且我觉得进去的可能就是 Yanery 九号。如果九号进球的话呢我输两罐。第三个角球，比赛现在一直僵持在 Winnekaya 的半场里面。好穿，哦，没丢。第四个角球。哦，这是一个犯规。有碰到奖吗？是的，他的奖太高进手了，变成一个非法用奖。哦，进球了，那是九号。好，我输两罐。现在的比分是1-0，卡拉宝领先。威尼盖亚的第一个角球，哦，卡拉宝队拿到的球，哦，这不是传得很好，这个算犯规吗？这算犯规，这是一个犯规。射门没进，这是一个底线球。威尼盖亚把这一次的快攻破坏了，
八号赵子金抢到了球。Carabao 的一个远射不成功，比分现在是1-0， Carabao 领先。今天kayak也放慢了比赛的节奏。耶！还是做得非常的严密，哦，这个射门太勉强了。Carabao改变了进攻的战术，他们用了一个3-2战术，那把球冲进里面可是不成功。赵子欣，赵子欣，射门被挡了出去，这是一个角球。白队的配合的话呢，明显要比昨天要好很多。对，是的，起码没有出现很明显的失误。对，进攻跟防守的配合都做得不错。第二个角球，距离射门时间还有大概25秒。哦，又完全没接好，哦，又被维内盖亚抢了回来。
委内瑞拉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办法突破卡拉堡队的防守线。但他们今天的防守做得也挺好的，卡拉堡目前为止的话也只进了一个球。哎，是有几次快攻被维内盖亚挡了下来。又一个角球，维内盖亚这一次打得非常的有耐性。好，卡拉堡队的进攻，哦，球被，哦，五秒钟持球犯规。每一个球员呢，他拿到球之后，他必须在五秒钟里面把球传出去，或者去射门。刚才是有超时吗？是的。哦。这个角度。这个射门很难。对，这个射门非常的诡异，他手臂没有摆动的情况下直接射门，这是来自巴西的卡友。好，上半场比赛结束，进入了下半场的休息时间，比分现在是卡拉堡二，维内盖亚零。雅克集团自1993年成立至今，作为民族品牌，一直支持国家的体育事业以及各项公益事业的发展。如今，在世界三大黄金水源地的长白山，打造了一款能给消费者带来健康的长白山甘泉。雅克长白甘泉愿意用品牌的力量去协助政府和媒体，一起来推动体育事业的发展。用早晨第一杯水给大家带来健康的生活，雅克长白甘泉矿泉水为2017 CPSL 世界挺球超级联赛指定用水。优步 Uber 创立于美国硅谷，以提供极简出行为己任。Uber 是最智慧的出行方式，轻轻一点，车辆即到，随时随地，想用即用。Uber 以极简出行为己任。
宁波玉屏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是中国较早投身挺球运动发展的企业，公司秉承专业、专注、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，及挺球赛事器材研发、生产、挺球赛事开发、品牌赛事运作、挺球执教、挺球俱乐部运营为基础，携手各体育相关产业平台，催生挺球体育全产业链发展。宁波玉屏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将立足中国，联动世界。Winner Kaya 九号的 Jake Blackford， 今年才19岁，有7年的打球经验，是现役的英国国家队 U21 的成员。他在2016年世界乒球锦标赛中获得冠军，也是赛会 U21 组里面最佳的射手，一共射入了28颗球。2017年，也就是今年欧洲乒球锦标赛，他们也这支队伍也获得了冠军。他同时也是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的学生。好，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。Winner Kaya 冲球的是九号的 Jake Blackford。Winner Kaya 冲球犯规。哦，裁判示意重新再来一次，应该是两边都犯规了。比赛开始，卡拉宝的苏燕拿到了球，哦，进球！这是由卡拉宝三号来自巴西的开友射进的球，比分现在是3-0，卡拉宝领先。这个三号的进球好像都很诡异，角度都很奇特。对，角度都非常的刁钻。
还有也是巴西现役的国家队代表。哦，好球！海队终于射入了一球，这是由四号的 Julian， 是来自德国，他今年才22岁，他代表德国参加过2届的世界锦标赛，2016年获得 U21 组的亚军，现在在柏林大学念书。哦，一个失误。拉宝处理得很好，燕燕燕瑞哦、oh. ，威廉戈亚还是没有办法找到突破卡拉堡队的防守线，哦，这是一个失误，卡拉堡拿到了球。哦，一个快攻，传。哦，好球。进球的是卡拉堡的12号 Alex。这是出界了一个角球，射的有一点勉强，但是得到了一个角球。
阿拉堡队里面一共有两个世界冠军，一个是九号的 Yan Eric， 哦，进球了，阿拉堡又进一球。维尼肯亚克压力有点大哦。哎，对，刚才说到九号的 Yan Eric， 他有双重国籍，他是出生在德国，可是呢，他现在是代表意大利队在意大利打球。他2014年被意大利征召进入意大利的国家队，2016年他获得了世界锦标赛的冠军，2017年世界运动会，也就是刚刚结束的世界运动会里面获得了亚军。他现在是大学教育系，鲁工经济和运动科学。他的队友十一号的 Soya McCowan 来自英国，今年才21岁，他是英国 U21 队的队长。2016年世界停球锦标赛，他的队友得到了冠军胜球。他现在是在英国的曼彻斯特大学念会计系。维纳盖亚也有两个世界冠军，分别是九号 Jack Blackford， 英国的 U21 国家队，还有他的队友 Alex Rothrow， 也是来自英国12号。刚才进攻没有成功。哎，对，第二波的进攻，哎，哇！控文，哦，好球！进球的是四号 Julian Pesser， 来自德国。这个球也很帅。哎，对 ，Julian Pesser 呢，也是德国的 U21 国家队。他在2016年的时候，就是和英国的 U21 国家队 Jack 和 Alex 在决赛里面，他们只获得了亚军。现在他们是队友。对，远射，哦，被挡了，一个角球。哦，球又被截走了。维纳盖亚采取了人盯人的战术，这个战术非常的危险。哎，拿到球了，现在剩下2分钟。哦，维纳盖亚又夺回了这个球权，一个远传，哦，可是没传过。
阿宝队的七号 James Mitchell 是来自新西兰。哦，进球。现在的比分是6-2，卡拉宝队遥遥领先。刚才说的 James Mitchell 是来自新西兰，他有三届的大洋洲冠军。一个角球，时间只剩下1分钟。Alex， 这射得有点勉强，时间不够嘞。对。哦，时间到了，比赛结束。